嘿，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真的是感谢你啊！我们要赞美你。每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我们走进一座圣灵的大花园。神呢，在这个灵里面，在这个花园里面，有各式各样新奇的事物，有各式各样你要给我们的教导。神呢，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引领我们，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每一天像蜜蜂一样，一点一点的去吸取圣灵的蜜汁。神啊，我们跟你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们真的是渴望每一天这样灵修的时间都能让我们有一点一滴的长进。我们渴望一点一滴的长进，让我们在灵里面就茁壮，让我们能够慢慢的。走在这一条福音的正道上，我们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带给更多能够转向你、来归向你的更多的基督徒。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平安与喜乐。我们渴望把这样的福分也分享给更多的人，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愿神赐福给所有平台上的弟兄姐妹。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卷书哈，这一卷书叫《The Book of Chronicles》哈。Chronicles 指的是这个历代志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这个是按照年代的先后次序来写的。那么，如分上跟下，如果是上的话，我们叫 First Chronicles First Chronicles。如果是下的话呢，我们讲的是这个 Second Chronicles。Second Chronicles。OK，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讲的是 Second Chronicles 哈。然后是Chapter 29，Chapter 29，Verse 18。我们先回顾一下哈，十七节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十七节，They began the OK，当时带了这些的利未人这些祭司就开始这个 consecration。我们昨天讨论过这个字哈，consecration 是一个。圣洁的动作，一个洁净的动作，哈，叫 consecration，让他们自己成圣，开始要洁净了。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开始做了。By the 8th days of the month，那个月的第八天呢，they reached the portico of the Lord，他们就到了耶和华的这个殿廊，哈，这个走廊的地方，圣殿里面的走廊已经清到那个地方去了。For 8 more days，所以已经是第八天了，再加上八天，那就第16天了。They consecrated，他们就清理了、洁净了 the temple of the Lord itself，他们就把这个神的圣殿自己就整个都清干净了，洁净了。Finishing on the 16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所以第一个月的第16天8天8天加起来16天，他们就全部完成了圣殿的洁净工作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第十八节，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Then they went in to King Hezekiah，所以就要去这个王那里Hezekiah 王那里，and reported 跟他报告了，跟他报告。We have purified the entire temple of the Lord. Purify 已经让它非常变得非常洁净了，纯洁了。我们已经整个把它通通洁净了。Entire temple of the Lord 指的是把整个神的圣殿通通都做完，都洁净了啊。The altar of burnt offering with all its utensils. Altar of 这个 altar 是指的祭坛祭坛。Burnt offering 是做燔祭时候用的那个祭坛呢。With all its utensils 是所有的那些器具、那些器皿刀啊、叉呀、盘子啊，这些都叫做 utensils。OK，好，这些都已经洁净了。And the table for setting out the consecrated bread。Consecrated bread，我们要叫做陈设饼陈设饼就是放在那里已经
洁净成圣的饼，放在那，这是圣殿里面用的东西。还有呢，那张桌子，the table for setting out 啊，来摆设这个陈设饼的那张桌子也都洁净了，with all its articles，所有上面一切的器皿通通都洁净了。好，做得非常仔细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第十九节里面说，we have prepared and consecrated，所以两个动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怎么样？也洁净了，让它成圣了。All the articles that King Ahaz removed in his unfaithfulness while he was king。前一个王叫 Ahaz，对吧？啊，这个 Hezekiah 王的父亲，这个 Ahaz 王呢，当时他做的事情呢，unfaithfulness 是非常啊不信实的事情，非常不好的事情。他把这些东西都拿出去了。当时 Ahaz 王啊，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又把一些器皿全部都拿出去，removed 哈，从神的圣殿里面拿出去的。我们都已经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啊，而且把它啊洁净了啊，现在。以前拿走的那些不用担心了，全部都洁净了，都准备好了。They are now in front of the Lord's altar。这些器具、器皿全部现在都放在 in front of，在什么的前面，在神的祭坛前面，全部都放在那里，都准备好了。好，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二十节。Early the next morning，OK，early，early 是次日啊。次日的清晨，早上很早的时候，King Hezekiah 这个王呢，gathered the city officials together。Gather together 是把什么聚集起来啊，让他们通通聚集起来。City officials 指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官员啊，这些官方的代表，这些首领们啊，这些所有的大臣们，他们都聚集起来了。And went up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啊，所以他们就一起到 temple of the Lord 指的是神的圣殿，他们一起上到耶和华的圣殿去啊，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They brought seven bulls. Bulls 是公牛啊，公牛非常凶猛的那种公牛。Seven bulls, seven rams. Rams 是公羊啊，公牛再来公羊。Seven male lambs 啊，lambs 是指羊羔哈，一般指绵羊，也是七只公的啊，绵羊。Seven male goats. 这个 goats 呢是山羊。山羊啊，不一样，lambs 跟 goats 是不一样，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As a sin offering，OK，sin offering 呢，这个是赎罪的祭啊，叫做 sin offering 是一个专有名词，叫赎罪祭。我们看利未记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些各种不同祭祀的介绍。For the kingdom，这个是为了王国，为他们这个王国的赎罪祭所做的准备啊，这些牲口。For the sanctuary and for Judah，当然了，为国家祭祀，还有为什么 sanctuary 啊，是指至圣所，还有呢 Judah 为了这个犹大来做祭祀啊，这些非常重要的，为他的国家做祭祀。The king commanded the priests，这时候这个王啊就下命令了啊，命令这个祭司们，the descendants of Aaron。啊，这些祭司们全部都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裔啊。To 做什么事情呢？To offer these on the altar of the Lord，把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其实公牛、公羊、羊啊、绵羊、山羊这些，把这些所有 offer 把它献上，献在哪里？On the altar of the Lord，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啊，把这些都往下面。好，开始了。好，就把这些都献在祭坛上了。So they slaughtered the bulls，所以他们当场宰杀了这些公羊。The priest took the blood and sprinkled it on the altar。啊，所以这些祭司们，他们就拿了这些公羊的血、公牛的血，哈，先是杀了这个公牛，把这个公牛的血 blood sprinkle 是撒。OK，把它撒在祭坛上，on the altar。
好，next 啊，这个祭祀的程序讲得非常清楚。接下来做什么呢？They slaughtered the rams. OK，接下来又杀了这个公羊啊，公羊。And 一样的，sprinkle their blood on the altar，把他们的血也是洒在祭坛上。Then 然后呢，they slaughtered the lambs and sprinkled their blood on the altar。同样，他们也宰杀了这个羊羔，就是绵羊，然后呢，把他们的血也是洒在祭坛上。好，23节，the goats for the sin offering were brought before the king and assembly。接下来就是山羊了，是吧？啊，这个山羊是用来做这个赎罪祭的 （sin offering），啊，把它带到什么的面前？带到王 （the king） and assembly。assembly 是指当场的会众，带到王跟会众的面前，把这个山羊带过来。And they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lay their hands 是把他们的手按在这个山羊上面。OK，在这些山羊上。好，再来24节，The priests then slaughtered the goats. OK，然后祭司就宰杀了这个山羊，and presented their blood on the altar. 然后就把他们的血啊，这些山羊血呢，献在 on the altar，献在祭坛上。这个献在祭坛上是做什么呢？For a sin offering 啊，作为一个赎罪祭。那这个是做什么用呢？是 to atone for all Israel。atone 是赎罪的这个动词啊，来替整个以色列人赎罪。为什么呢？Because the king had ordered the burnt offering and the sin offering for all Israel。因为呢，这个王哈，当时的王已经下令了啊，吩咐了 order，下令这个 burnt offering 还有 sin offering，一个是燔祭 burnt offering，一个是 sin offering 是赎罪祭，这两个要为以色列人献上，他下令要做这两个祭祀啊，所以要做这个把这个山羊血要这样做啊，做赎罪祭。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He stationed the Levites in the temple of the Lord with 后面有很多乐器的名字。哈，station 是派他们把人派在什么位置上，派他们站在什么位置上，守在什么位置上。So he stationed the Levites 是利未人，他派这些利未人呢、啊，就在 in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在神的圣殿里面。用什么东西呢？后面有好几样，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乐器，cymbals, harps, and lyres，哈，这些都是不同的乐器的名称。有敲的那个拔哈，然后还有一些琴哈，还有一些这个 lyres 哈，一些弹的这个丝弦的这种东西色。In the way prescribed。他们拿着这些乐器，在这些派他们在圣殿里面，这个完全照着什么的方式？In the way prescribed by David，OK，也就照这个大卫王当初，OK，大卫王还有 Gad 是呢，是 the king's seer，是当时王的先见，就有点像先知一样这样的道理哈，也是会讲预言的。所以就是当时已经都被大卫王已经吩咐的prescribe 呢，prescribe 这个字就是说他已经列下来要照这样的规矩，由大卫王立的规矩。然后呢还有这个 Gad 这个王的先见，还有 Nathan the prophet，还有这个Nathan 是王的先知。在他们所立的规矩，照这个方式，所以他是遵循古法，照传统来做的。This was commanded by the Lord through his prophets。这些方法，用这些乐器在神的圣殿里面，这些都是遵照耶和华的意思，透过他的先知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我们下面再看。So the Levites stood ready。所以这些利未人都站好了，准备好了。With David's instruments 啊，所以这些乐器啊，这些都是大卫王的乐器啊。大卫王当时
古法以前在传统里就是准备这些乐器，and priests with their trumpets。当然，祭司也拿着他们的trumpets 是可以吹的号，像喇叭、号这一类可以吹响的东西。他们就站在那里站好了。Hezekiah 是那个王哈，Hezekiah gave the order to sacrifice the burnt offering on the altar。这个时候，Hezekiah 王 gave the order，他就下令了啊，吩咐了。好，现在准备 sacrifice 要献上这个 burnt offering，献上燔祭，在祭坛上要献燔祭了。As the offering began，当这个燔祭开始的时候，singing to the Lord began also。这个 singing to the Lord，他们要先向耶和华唱歌，也同时开始啊，这个唱歌歌唱也要同时的开始，accompanied by 伴随着 accompanied by 是伴随着有 trumpets and instruments of David King of Israel。所以伴随着有这个号角啊，吹喇叭一样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乐器，那些大卫王的乐器，以色列大卫王的乐器也都一起啊，一起伴奏。好，然后28节，the whole assembly 只是当时全场的会众，bowed in worship。他们就敬拜神，而且是拜啊，这个 bow 是整个身体弯下去要拜哈，要拜，在这个敬拜中他们要拜的。While the singers sang and the trumpets played，所以当时有歌手在那里唱歌，sang 是 sing 的过去式哈，所以当场有歌手在那里唱歌，trumpeters 是那些吹号角的号手。吹号角的人也在那里演奏号角啊，吹号角。All this continued，这些所有的程序继续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Until the sacrifice of the burnt offering was completed，一直到这个燔祭的献祭整个全部都结束为止啊。所以在祭祀在准备燔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做燔祭的过程之中，是有歌手唱歌的，是有号手在那里吹的，是有各种乐器啊，按照古法，这个大卫王的各种乐器都在现场啊吹奏的。好，When the offerings were finished。当这些献祭啊，这些祭祀完成了以后，the king and everyone present with him knelt down and worshipped 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这个包括王啦，还有所有的人，他们都怎么样？向神啊展示出来，就是向神是跪拜啊，knelt down 是整个人膝盖，OK，跪下来，and worshipped 然后敬拜他。啊，大家非常虔诚哈。30节，King Hezekiah and his officials ordered the Levites to praise the Lord。接下来呢，Hezekiah 王跟他的大臣们、他的官员们就命令所有的立位人啊，吩咐所有的立位人要赞美耶和华啊，赞美耶和华，praise the Lord。那怎么赞美法呢？With the words of David，用大卫王当时所说的话来赞美耶和华。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写的很多的诗歌，所以用大卫的诗歌来赞美耶和华。然后呢，and Asaph the seer 啊，还有那个 Asaph 他们的先见 the seer 就有点像先知一样，他也是有说预言的这个力量的。这个 Asaph 呢，就用。大卫还有 Asaph 他们的诗歌，他们所说的话啊，来赞美耶和华。So they sing praises with gladness. OK，所以他们呢就唱这些赞美，唱这些称颂、赞美、赞美。他们是怎么称颂的？With gladness，gladness 是欢欢喜喜、很高兴的方法，很高兴的来赞美啊，高兴的不得了。And bow their heads。低下他们的头，低头 and worship 来敬拜，他们低头来敬拜。
Then Hezekiah said, 然后这个 Hezekiah 王就说了，You have now dedicated yourself to the Lord 啊，所以你们这些人现在都 dedicated 是整个一心一意的归向啊，你们都已经归向，把你们自己都归向啊，我们耶和华神了啊。Come and bring sacrifices and thank offerings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现在大家都已经归向耶和华了，你们来 bring sacrifices，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牺牲的祭品啊，这些祭品，然后呢，thank offering，还有这个啊，称谢、感谢祭啊，来感谢耶和华的，来到这个神的圣殿里面来。So the assembly brought sacrifices，所以所有的会众们就带着他们的 sacrifices，一般指的就是。宰杀的牲畜作为献祭的这种东西，生祭这些祭奠的这个生礼，应该叫生礼 sacrifices，还有 thank offerings，还有感谢祭啊，他们就把这些都带来了，会众都带来了。And all whose hearts were willing brought burnt offerings. OK，所以他们是 all whose hearts were willing。随着他们的心意，他们也有很多有心里面很乐意的人，也带来了 brought burnt offerings，也带燔祭过来啊。所以有的人是带献祭的东西啊，或者是感谢祭带礼物来，有的人是带燔祭来烧的。The number of burnt offerings the assembly brought was 70 bulls，所以当时。那个数字，the number 是指那个数字，什么数字呢？献祭的啊，那些会众带来的东西，献祭的数字呢是70头公牛，70 bulls，100 rams 啊，100只的公羊，200 male lambs，还有200只的羊羔哈，200只的绵羊。All of them for burnt offerings to the Lord，所有这些都是用来献给耶和华的 burnt offerings 啊，这些就是燔祭啊，要烧给耶和华的。OK，33节，the animals consecrated as sacrifices，OK，amounted to 啊，所有的动物全部一起加起来就是。It's consecrated，洁净，而且分别为圣的哈、啊。作为这些祭祀的数字，一共有多少呢？有600 bulls，有600只的公牛啊，这是非常多哈。3,000 and sheep and goats 啊，还有三千只的这个很多啊，非常多的 sheep and goats 啊，这是两种绵羊跟山羊，羊反正加起来有3,000只。The priests, okay, 这些祭司呢，however, were too few. 这个 few 指的是祭司，祭司的人数太少了，okay, 太少了。too, 这里有一个 too，后面有一个 too，所以它是太少以至于不能。okay，这个句型是 too，okay，他们因为人数太少，以至于不能 skin all the burnt offerings。skin 是一个动词，把什么东西剥下他们的皮，把所有燔祭的动物的皮给它剥下来。因为他们人数太少，以至于不能把所有祭祀这个燔祭的动物的皮都给剥下来，人数太少了，不够人手。So their kinsmen, the Levites, help them。Until the task was finished, their kinsmen 是他们的这个弟兄哈，就是他们的亲戚啊，他们的血缘有血缘关系的祭司已经不够用了，人太少，所以他们的这个立位兄弟叫 kinsmen the Levites，帮助他们了，帮这个祭司来做这个剥皮的工作，一直做到什么？Until the task was finished，一直到他的这个职称、这个本分、这个职责做完为止，一直到剥完皮为止。And until other priests have been consecrated，然后一直到其他的人等其他的祭司都已经洁净完了以后，For the Levites have been more conscientious in consecrating themselves than the priests had been. OK。因为立位人哈，因为这个
看病 more conscientious 是他们非常他们自觉的这种诚心诚意的在竭尽他们自己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非常自觉利未人非常非常的自觉甚至胜过 than the priests have been 胜过那些祭司胜过祭司曾经做的他们利未人更诚心诚意更对于自洁这件事情自己竭尽这件事情他们胜过祭司、There were burnt offerings in abundance In abundance 是非常的丰富有很多啊这个燔祭 burnt offerings in abundance 就是这个燔祭非常的丰富啊太多人都要献祭 Together with the fatOf the fellowship offerings, 哈、啊，所以呢，除了我们讲的燔祭以外，还有跟什么一块呢？还有平安祭 fellowship offerings, 哈、啊，这些平安祭的这些脂油 fat 是那些脂油，因为他们献祭的动物太多了，所以这些跟平安祭一起的脂油好多。And the drink offerings, 啊 ，drink offerings 喝的祭祀啊，喝的祭祀啊，这些是。酒祭等于算是献酒喝的哈 ，that accompanied the burnt offerings， 还有这些酒祭是跟着这个燔祭一起来的啊，一起做的。So the service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was reestablished。所以呢，所有 service 服侍，整个神的圣殿的服侍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哈，所有圣殿的服侍就 reestablished。就重新的又建立起来了，就是重新的又开始热热闹闹的做起来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哈。以前这些呢，就很多年他们都因为王的关系哈，现在就重新又建立起来了，重新又确立起来了 ，reestablished， 或者是说重新整顿起来了也可以。Hezekiah and all the people rejoiced. Hezekiah 王跟他的子民们高高兴兴，非常高兴。对什么事情很高兴呢 ？What God had brought about for His people， 对于神再一次带来给他的子民所带来的啊这些福分，他们非常高兴。Because it was done so quickly 啊，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能够做得非常的迅速。大家都非常高兴，这个呢就是神给他们带来的啊。OK，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写一个二，一个 Chronicles， 好，我们读作 Second Chronicles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历代志的下。OK， 30章 Chapter 30 Verse 1 Hezekiah 这个王呢 sent word to all Israel， 所以他就传话给整个的。以色列人，还有 in Judah， 还有犹大的人 ，and also wrote letters to Ephraim and Manasseh。他也给以法莲还有马拿西的支派也都写信给他们，做什么呢 ？Inviting them to com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in Jerusalem， 邀请他们啊。他写信的目的呢，传话的目的是邀请他们都到神的圣殿，在以色列神的圣殿来。哎呀，你们都来。来做什么 ？And celebrate the Passover to the Lord 啊，所以我们要来庆祝 ，OK， 要来欢庆 ，celebrate Passover 是逾越节哈，以色列的逾越节，要向耶和华神来啊欢这个庆祝以色列的逾越节。那耶和华神是 the God of Israel， 他是以色列的神啊，这个很重要。The king and his officials and the whole assembly. 所以王 Hezekiah 王跟他的大臣首领们哈 officials 官方代表，还有 whole assembly 所有的会众 in Israel in Jerusalem 哈，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会众、这些大官们、首领们啊，皇亲国戚 decided to celebrate the Passover in the second month 哈，他们就决定在什么时候庆祝这个逾越节呢？In the second month, 在第二个月的时候要庆祝逾越节。They had not been able to celebrate it at a regular time. 他们
在寻常的时间里，他们过去 had not been 过去完成式，在过去他们一直都不能来庆祝这个逾越节。为什么不能去庆祝逾越节呢？Because not enough priests had consecrated themselves。这个原因是因为祭司都能够自己洁净自己的这些。洁净好的这些祭司的人数不够，not enough 还不够啊！洁净的祭司的数目不够，and the people had not assembled in Jerusalem。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老百姓都不能在耶路撒冷聚集起来啊，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过去就没有庆祝，都不能够按着时间的来庆祝他们的逾越节。The plan seemed right。Both to the king and to the whole assembly，所以现在这个计划，什么计划？要庆祝逾越节的这个计划呢？啊，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的好，right 是好的、善的、相当不错的。对什么人而言呢？啊，对王，还有对全体的会众而言，这都是非常好的计划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They decided to send a proclamation. Proclamation 指的是名词哈，他们就要准备要发布一个正式的宣告，一个声明叫 proclamation throughout Israel，整个把它从头到尾传遍以色列，以色列各个地方他们都要发布这个声明，from Beersheba to Dan。从 Beersheba 一直到 Dan 哈，最远的地方全部都要发布，calling the people to come to Jerusalem。他们要呼召所有的这些老百姓们，通通都到以色列来，and celebrate the Passover to the Lord。他们要向神庆祝他们的逾越节。当然，这个神是 the God of Israel，他是以色列的神。It had not been celebrated in large numbers。According to what was written，照着他们经上所写的，犹太的经典上所写的啊，要这样子庆祝。但是呢，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庆祝，用人数这么众多的方式来庆祝啊。按照经文上的来要求，再按照他们的犹太经典上要求，过去一直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OK，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哈，讲到30章的第5节哈。